一分钟带你了解精彩剧情。小丸子他们根本不懂，上次从野莓手里拿到的纸钱不是流通货币。他们拿着一张百元大钞来到饭店准备大吃一顿，却被老板拒绝了，反而认为他们是骗吃骗喝的骗子。同在店里吃饭的林秋燕卡点这一幕后感到很惊讶，他猜测小丸子手里的钱一定是从死去的野莓手里拿到的。小丸子三人饭也没有吃成，只好悻悻地离开了。林秋燕也为汪远打包了一份饭菜之后回到联络处，他要汪远好好待在这里，哪里也不准去，而自己则准备外出去落实自己的怀疑。你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不是不挺好的？太好了。什么太好了？你没事儿，太好了。谢谢。说什么呢？那你教教我，我该怎么说话呀？你说什么都行，就是别说谢。行，那就不谢。这就对了。对什么对？你的意思就是你对我有大恩呗？你这话越说越不着调了，咱们两个说什么恩呐、谢呀、身份，身份点不是挺好吗？不身份更好。周长官回电。薛美人计划因为扰乱我金融经济之计划，令四朵野莓遇难，定与我内部有关，切记谨慎行事，等待指令。老师说的对，一定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他们四个一定是遭遇了埋伏。金融经济你懂吗？我怎么会懂这个？你说是不是日本人在印假钞啊？没看出来，你还真是个人才。谢谢啊。真身份。我错了，我错了。错什么错？意思全对。等着，我去买点吃的。你小心点。放心，死不了。说，同意前往上海，安排一下，明天一早启程。是。消息已经登在寻人启事上了，现在张子墨应该已经能接到通缉了，希望他能够顺利过这一关。那跟张子墨接头的这个人是谁？是一个跟他同期到达延安的，组织上再三征询，认为最合适。百年好合，不管是结婚还是送礼都非常合适。佩华，子墨同学，你是上海人吗？我是南京人。您觉得怎么样？就要这数吧。你帮我包了吧。好，马上给您报。
先生，你有什么需要帮忙吗？请问有紫色花瓣、红色花蕊的康乃馨吗？对不起，您说的那是德国的品种，需要空运，但是我们这边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过了。那就要本地产的吧。好，那你跟我来这边。俱乐部小心就喝。好的。我的花店是附近几家品种最全的，还望先生能经常来光顾。我叫李云，是这家花店的店主。好的，谢谢。不客气。我觉得新成立的东亚储备银行参与西野美人计划的可能性极大。第一，这是由日本人直接控制的银行；第二，印制完成的伪钞在运入我控制区域之前需要安全的存放地、中转地，那么这个最理想的地点就是银行的金库。これは、あ、私の運転手は私を送ってタイヤ補充に行きました。すぐ戻るでしょう。ああ、そうか。井上校長の車が着いたら直接戻りを伝えろ。はい。井上君、行こう。送ります。あ、それは助かる。ありがとう。どうぞ。ありがとう、青木君。少し話していかないか。等我抓住你，我再慢慢告诉你。今仕事中なので、また今度。そうか。ならば邪魔はしないよ。今度お酒をご馳走しよう。ありがとう。あ、今晩はどうだ。集まらないか。また電話をかけよう。わかった。それでは。是真没见过钱。你从死人手里拿回来的那些钱是法币，在上海早就不能用。要钱，我可以给你。哎，别，我不需要。从昨儿晚上起，咱们俩的关系就已经撇清楚了，你最好离我远点。慌什么？又没让你白拿。什么意思啊？咱们现在谈笔生意吧，只要你们老大同意我的条件，这些钱也有你们一份。也有我的？真的？不骗人？当然是真的，我不会骗你们。老大，起来，站着！没用的家伙，只知道见钱眼开。去，一边待着去。
这老天爷他会白白掉馅饼吗？当然不会。我也知道不会。老天爷他只会打雷下雨，他绝对不会掉馅饼。所以不管你是哪路神仙，你打哪儿来就从哪儿回去。这钱我小丸子不稀罕。老大，闭嘴。看来你一辈子就是个受穷的命。哎哎，等一下，或许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对，说吧，什么条件？我需要几个帮手，你们从现在开始帮我做事。对不起，不可能。我小丸子习惯了当老大，我不喜欢给人跑腿，尤其还是给个娘们跑腿。那你就只有继续过你的苦日子了。哎哎哎，等等等等等，老大呀，他带这么多钱来，你。这只是这个月的酬劳，干不干？你就不怕我再出卖你吗？你已经出卖过一次了，如果再有第二次，我会把你当做汉奸，即刻处决。你到底是什么人？中国人啊，一个打小日本的中国人。那你是？你可真够啰嗦的。啊，行，我不啰嗦了啊，我们跟你干。啊，对，我们跟你干。您来了。你好，咱们这儿有没有关于世界地理方面的书？有，你请。啊，都在这儿。有什么需要，您随时叫我。谢谢。姐姐，你真好。就凭这身衣服啊？啊，在我的印象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穿过新衣服了。哎，叔，你看老爸穿什么衣服？你看咱俩穿什么衣服？你说那小娘们是不是偏心？假小子，好好跟着我干，以后姐姐给你买身漂亮的旗袍穿。你在说什么？我要旗袍干什么？穿啊，还装？你想装也行。那我就给你买身体面的西装。哎，姐姐，哎，不是，我的姑奶奶，你是不是我的扫把星啊？我怎么就让你给拿住了呢？那俺俩干完这票就不干了。啊？真的？假的？哎，你们说什么呢？没听见啊？干啥干啥？
看见那个银行大门了吗？哦，看见了，在这给我守着。只要看到坐车来的和坐车走的，都给我记住车牌号，然后跟上，看他们最后去哪儿。明白。我们怎么追得上汽车呀？不是让你记住车牌号了，追不上就散出去，让你道上的小兄弟去找。 是啊，早知道你这么笨，就不用你了。别呀！不过，你要是不用我，那也挺好的。好什么好？都记住了没？记住了。好好在这给我守着，小心把你当汉奸给崩了。你不能。那就。好什么呀？因为你不是汉奸啊。 哎，你可真是我的扫把星，怎么我想什么你就说什么呀？因为啊，我也有你这么大一个妹妹。走了。哦，好好在这给我待着。哦。老大，他跟你说什么呢？对啊，老大，我们俩可盯着呢啊。他要是敢动，我也会说。 怎么还不来啊？我哪知道？那怎么办啊？等啊！我等了一天了，连饭都没吃。饭，一天到晚就知道吃饭。要不你给我点钱，我给你买俩的。干活得吃点东西。干完活再吃，哪那么多饭？快！哎哎，老大，啊，你看。 胖子，你们继续在这儿盯着。 Thank you.
今天送东楚银行行长回去的那个人，就是在野梅的住处跟我们交过手的日本特工头目，所以我可以断定，东楚银行和蝎美人计划有直接的关系。那这个人最后去哪儿了？你们查出来了吗？没有，因为我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无法跟到他。但他的车牌号码是2139。是谁让你们擅自行动的？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是在执行任务。我已经电令你们等待指令。但你也说了谨慎行事，我是在继续行动，但我没有不谨慎。是这样，这次行动我是跟秋燕商量过。长进不小啊，已经敢跟长官争辩了。学生不敢。知道你不敢。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没有了。队长，都安排好了，马斯南路57弄11号。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咱们分开走。是。这新政府一成立，顾明兄可有的忙了。哎呀，应该的，应该的。哦，对了，我有一个人想介绍给你。哦，是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时候经济系的师弟。哦，这个人啊，学历很高，还去慕尼黑大学留过学。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到你。他叫张子墨。啊，谢谢。这款酒感觉怎么样？你好。这款酒应该是法国波尔多山坡地区的梅洛葡萄酒。何以见得？它为什么不是 Gabernet Sauvignon？ 从口感上来讲，这款酒的果味要比 Gabernet Sauvignon 更明显。由于产自法国波尔多山坡地区。山坡地区的葡萄产量较低，所以这款酒的酒体很醇厚，单宁较高，很容易让人就误以为是嘎布内斯索菲鸟。啊，难怪啊，如果不是看到刚才酒上那些标牌，我还真以为它是嘎布内斯索菲鸟。其实嘎布内斯索菲鸟跟梅洛葡萄酒，他们的副本葡萄都是品丽珠，所以很难辨认。哦，原来是这样。哎呀，没想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您过奖了。诸位，诸位，诸位，刚才大家可能没有听到子墨君对于葡萄酒的一番鉴定。哎呀，令子墨茅塞顿开呀！来，我敬你一杯。子墨君呐，你说让我怎么评价你呢？子墨刚刚回国，在德国习惯了直言直语，目前的状态还没完全调整过来，所以，请您原谅子墨的浮夸。哪里哪里，你直言敢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您过奖了。嗯。听宋先生介绍，子墨君是学习经济专业的。嗯，是。那么你对眼下的经济形势有何看法呀？子墨属一介草民，怎敢妄加评价？哎，直说无妨。子墨认为，
眼下的经济无形势可言。哦。为什么？眼下的经济无形态、无势头，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依你之见，如何才能挽回这濒临崩溃的经济呢？首先呢，要为民众建立信心。稳定的政治，才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嗯，这一点子墨君放心。我们新一届政府，保证能够做到政治稳定。我们是为大众着想，是不是？是。嗯，那就太好了。啊，我们还是来聊聊你的专业吧。要挽回经济，金融是至关重要。不知道您对金融有什么理解啊？说到金融，那就恕子墨拙言。第一，金融就是为有钱人理财，为缺钱的人融资。第二，金融的特点就是信用、风险和杠杆。第三，金融就是服务。能不能再说详细一些？说白了，没有信用就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生命线，一旦有了信用，就有了透支，有了透支就有了杠杆，没有杠杆比就没有金融，杠杆比过高就产生了风险。很有见解，而且言简意赅，啊！继续说。所以呢，设计一个有一定信用基础的、可靠的、不容易坏账的杠杆比，才是智慧，才是金融的精髓。随之，它才能为社会的实体经济服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好，好，好，好。不愧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啊！您过奖了。来，我敬你一杯。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回国呀？第一，是因为欧洲的局势；第二，但说无妨。我想为政府做点什么。更重要的是，我想有所成就。好，好，诸位，如果我们国家能够多一些像子墨君这样有全权爱国之心的人回来报效国家，中华之复兴指日可待。胡明兄说的对啊，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指日可待，也希望我子墨兄弟在新政府有所作为。明天一早啊，我马上把你推荐给陈市长，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子墨老弟啊，新政府需要你呀。多谢前辈提醒。恭喜你。哎，傅明兄，瞧你说的，你才是真伯乐，慧眼识英雄，我算什么呀？啊？你要真想谢我呀，改天我到你府上讨口酒喝，这总可以吧？好，就这么一言为定。傅明兄早休息，再见。哎呀，张子墨在今晚酒会上的表现真是非常出色，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喏，这不陈富明在电话里头还依然是赞不绝口，很是称赞啊。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顺利啊。是啊，毕竟他是党组织千挑万选出来的嘛，看起来倒是你我多虑了。队长，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等等，林秋燕的事情最近有什么进展吗？前几天有人举报，在租界发现了同缉令上的女人。她被抓了？没有。那就好。看起来这个丫头受过专业的训练，日本人想抓她可没那么容易。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想找到他也更困难。出什么状况了吗？没有。我肠胃不舒服，去了两趟厕所。我们是7:16从斯顿书店分头出发的，按照正常的行走速度，应该是55分到达这里，也就是说你们应该在8:10左右到达。就算你上了两趟厕所，应该在8:30左右到达。现在几点了？差不多9点多吧。我问你准确时间。9:37。对不起，我去了别的地方。你去哪儿了？一个废旧的工厂，那是三个本地小混混栖身的地方。为什么去那儿？我雇佣了他们，因为我没有条件跟踪我的目标。我没有汇报，是怕你说我违反纪律。违不违反纪律，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明白，违反了就是违反。有收获吗？没有，他们不在。你刚才说你不够条件追踪目标。是的，我人手不够，而且也没有交通工具。我相信你对人的把控能力。那三个小混混，既然你已经雇佣了，我同意你继续使用。谢长官信任。至于交通工具，我已经让上海站准备了一辆轿车，王远跟邵卓已经去拿了。就不能再多申请一辆吗？我也希望这样。但是没有，没有。堂堂的上海站，连两辆轿车都提供不了。对。那好吧。我想你今天是一定要见那三个小混混了。是的。那你先去吧，等你回来以后，咱们再制定明天的计划。是。哎呀，老大呀，挣这点钱真不容易啊！我的腿都快跑断了。咱们也没干什么，瞧你那熊样。哎，不过咱这个月的饭钱可是有的啊。那倒不假。哎，哎，老大，老大，我觉得你这身衣服特别好看。是吧？哎，我也觉得。那是我们老大底板好。老大，来。老大，请。哎。越来越会聊天了，不错，我喜欢。老大，我觉得我们俩的底子也挺好。哎，拉倒吧。哎，老大，你说那娘们儿也不给我们兄弟俩整一套行头，也让我们潇洒潇洒。知道他为什么会给我买衣服吗？不知道。那是因为姐姐我。什么？那是因为那个姐姐，她觉得我身板好。那是。老大，来坐坐坐。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我以后有钱了，我自己买。哎，对对，老大，那小娘们也不在，要不咱去玩一把？反正现在咱有钱了，是不是？兴许还能捞一把大的。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咱们这几天的运气还特别好。好着呢，要是输了呢？不可能，老大，只要你肯出马，保证能赢。赢个屁呀！啊，我不出老千，我能赢吗？你忘了上次我出老千，差点连命都没有了。你个不长记性的家伙，一会儿待着去。不长记性的家伙，还有你。
我平时都怎么教育你们来着？道义有道，道义有道。还有呢？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们都忘了吗？对对对对，老大说的对呀。说的不错。哎，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吓死我了！以后啊，这儿也得长只眼睛，要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那么严重吗？信不信由你。今天太赶了，等忙过这两天，也给你们俩办身行头。谢谢姐姐，谢谢姐姐，你真好，真好。说说看，今天都发现了些什么？今天在晚饭的时候，我看见是那家银行头的人去了二马路的益丰堂日本餐厅，车牌号是2057。哦，对了，你说的那个2139的车后来也来了，不过吃完饭之后那两辆车就分开了。那2139后来去哪儿？去了北四川路185号的大和洋行。大和洋行。就这味儿，你喝过？听别人说的。哦，有道理。哎，这人好像在哪见过。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见过，就是那个2139车里面其中一个。哎，是他是他。你们在这儿继续盯着，我去看看。哎，今儿出门比较急，钱已经付过了。他怎么知道你没带钱啊？你出门带钱啊？也没带。哎，给我来一点。查一下上海周边有没有适合做印刷仓库的地方。我怀疑这批假钞的印刷工厂就在上海。是。Thank you.
为什么跟踪我？我只是路过而已。路过还带枪来，知道这么不安全，带把枪防身，没问题吧？你跟了我三条街了，如果不想死在这儿，就实话实说。你多心了，我都说了，我只是路过而已。 军统的，还是共产党？你觉得呢？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最好给我老实点。我这孩子吧，从小就老实。正因如此，我妈给我起了个小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走！走！ 不跟你玩了，我得走了。记住我的话，以后别来骚扰我。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走，你走得了吗？别动，再走一步就开枪了。小兄弟，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忙呢。 你来了，我已经被正式任命为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副局长，兼东储银行副行长，明天正式上任。好，知道了。请转告领导，今天晚上大和央行总经理穆宅次郎单独请我吃饭。我感觉大和央行有日本军方背景。明白了，拿走了。哎，等一下。 拿这个，谢谢。上级的推断极其准确，日本人就是想在经济上搞垮我们。所以，让张子墨提前潜入伪政府的金融机构，是极具前瞻性的举措。那神经虎穴，他的出现会很危险，要不要派人跟踪保护他？ 如果让日本人发现有人在暗中保护张子墨，反而会暴露他的身份。我相信子墨的能力。我真不是打不过他，要不是我这伤……别动！行了，别嘴硬了，他已经对你手下留情了。 对不起，给您丢人了。一个身手不凡的日本特工，竟然在占尽先机的情况下把你给放了。他好像很熟悉我们军统的跟踪方式，而且跟他对打的时候，就感觉被他看透了一样。 这就对了。什么对了？我说他把你放了就对了。学生不明白。你以后就明白了。
你回来的时候，没有五月跟着吧？确定没有？回来了。秋燕，你回来了。你怎么又受伤了？我这伤口崩裂了而已。他呀，在大和洋行跟踪一个日本特工，被迫与那人交手，伤口裂开了。那个日本特工呢？ 就是昨晚213车里的另外一个。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你后来把那个日本特工给击毙了吗？就是日本特工把汪远放回来。日本特工把他给放了。那你们为什么还待在这里，在等我吗？你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带尾巴回来的。醉了吧。 有什么新情况吗？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我想申请接触一下东楚银行的行长。说说你的想法。我们之所以把目标锁定在东楚银行，就是因为东楚银行具有配合西美人计划、提供假钞的存放和中转的条件。那么银行的金库就应该是这个条件的核心所在。因此，进入银行的金库。 就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应该实施的步骤，而银行金库的钥匙，一定是被这个行长所掌控，所以，我想要接触一下这个行长，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银行金库的钥匙。好，我同意。 谢木斋先生。子墨君，真是青年才俊啊！木斋先生过奖了。Dostas。Dostas。Vailis Dostas。Hauhaspad。 还是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规矩，一醉方休。来，木斋先生，如果您想让我多喝一点，就给我来点啤酒吧。
这个容子墨慢慢适应。哟西，很坦率。 OK， 阁，啤酒持ってこい。北海道のものだ。わかりました。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以后我会听懂的。有志气，若有你来新政府和东储银行，是我到上海以后。 你刚才说你是东亚储备银行的行长，是吧？是，你怎么不像吗？不是不像，是根本就不是。那好啊，就让老天相信你是。 爸爸，我向你发誓。有老婆吗？有。但在日本，难道这都很重要吗？当然。想跟我睡觉是吗？你说。 那你说说看，女人都想要什么？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给你。你给不了。你有钱吗？有，有钱。这些。 都是你的，收好了，留着去翠香阁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银行的行长有你这么下作的吗？别再骗了。我没骗你，我真的是。 那你说，怎么证明你是真的行长？明天，我带你去我的银行，那可是只有行长。 才可以随便出入。好啊，那就等明天看了以后再说吧。嗯，拜拜。
宝贝儿。死了还叫你们上来干嘛？快去弄个麻袋来，把他装起来弄走。把他绑了？出了点意外，只能先这样了。啊，明白。快点，找麻袋去，把他绑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放心吧，不会碍你事儿的啊。吩咐的，跟怎么说就是。哦，今天我们不谈工作。木斋先生，您这样，子墨有些不知所措呀。子墨君，你太谦虚了。的确，子墨诚惶诚恐。你有很强的心智啊。那必须的。哦，要不然。怎么出来混？我很欣赏你，希望你能够成为新政府的栋梁，为大日本帝国服务。谢谢木斋先生赏识，敬你。OK。橋本を呼べ。一緒に来なさい。あ、わかりました。子墨君。木斋先生。为什么抓我？这就交给你了。
胖子，收好，走。来，坐。喂，你们两个都给我盯紧点啊。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这个问题得问你自己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人。我早跟你说过，我是东亚储备银行的行长。能当上银行行长的人。 应该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吧？你有吗？对不起，我为我的失利向你道歉。你现在就是我案板上的一坨肉，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你说出的话我能接受？ 你想干什么？别忘了，这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天下。真的吗？当然，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做我的女人，我保证这件事情既往不咎。 你太无知了，在我这儿，即便是在你们本土，也是我说了算。